士论文奖第十五届颁奖典礼正式开始。各位亲爱的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女主持人张佩珊。现场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贵宾们，大家午安，我是佩珊的先生陈永康。从我们的发言顺序看得出来，平常我在家中的地位。那永康，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你跟今天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渊源？为什么会邀请到我们来主持这个盛事呢？真的非常开心，因为说实在话，我非常能够理解机械跟机器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此话怎讲？因为小弟平常在家里就担任扫地机器人、洗衣机器人，出了门呢我也兼具自动驾驶的功能。很好，这个永康的家事确实是做得很完善，很不错哈。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你跟机器人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好，因为呢机器人不会碎碎念啊。有些事我们后台再解决。是，不过总之非常感谢各位贵宾，欢迎您莅临上映机械硕士论文奖的第十五届颁奖典礼。马上为大家畅明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与会贵宾。哇，我看到贵宾云集哈。首先我看到我们的主办单位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卓永才董事长，欢迎卓董事长。
好，接下来为您介绍科技部陈良基部长，部长好。谢谢部长亲自莅临。好，也看到教育部刘梦琪政务次长，次长午安，欢迎。好，同时也看到经济部工业局杨志清副局长在我们当中，欢迎。谢谢副局长。好，接下来要介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林荣庆理事长，欢迎您。以及我们选拔委员会的召集人谷嘉恒召集人，欢迎欢迎。啊，评审真的是辛苦了这段时间。评审会召集人陈文华特聘讲座教授，欢迎。选拔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的所有的评审委员，你们在哪里？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谢谢所有的评审委员帮我们选出这么多优秀的团队代表们，谢谢。接着很重要了，这是我们推动教育摇篮的手啊！我看到了国立勤益科技大学陈文渊校长，校长好，欢迎校长您的莅临。好，同时昆山科技大学魏组长副校长也在我们当中。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清华林胜芬副校长，副校长好，欢迎副校长，谢谢老师。好，以及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黄文祥副校长，欢迎您，欢迎您莅临。哦，还有几位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贵宾哦，让我们欢迎来自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朋友，也跟大家挥挥手好吗？谢谢远道来，谢谢您，谢谢您的祝福，欢迎欢迎。好，接着有鼎力支持这个奖项的，那就是我们上银集团的董事们，董事群在哪里？也非常欢迎你们。谢谢我们的董事群，谢谢您的支持还有鼓励。谢谢董事群。如果有任何一位不小心被疏漏掉，那就算在佩珊小妹的头上好不好？我们恭恭敬敬的一鞠躬啊，代表上银对您热诚的来欢迎。非常开心这么多的好朋友齐聚一堂。好，刚讲除了这个校园啊非常的重视之外，我告诉你，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也非常重视这个颁奖典礼啊，而且蔡总统推动智慧机械成为5+2的代表产业也非常努力。那大家知道总统现在正在出访，所以呢他是特别捎来贺电祝福，如果大家不嫌弃，是不是就由佩珊小妹来宣读总统贺电？有请。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卓董事长永才暨全体与会人士恭见。新西贵公司定于108年3月23日举行第15届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颁奖典礼，特电深致贺陈，致盼更续深化设置宏旨，培育卓越产业人才，引领智慧机械科技，提升创新研发能量，共同营造产学链结之优质环境。庆祝典礼圆满成功，诸君平安如意。非常感谢总统的贺电，我们掌声谢谢一下总统，为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增添光彩。其实大荧幕上面也看到，包括了陈建仁副总统同样捎来了贺电，大家感受得到来自于总统府满满的最诚挚的祝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颁奖典礼的程序了。是，今天我们会一口气颁发7个奖项，要表扬15组非常优秀的师生。首先我们就来颁发本届金质奖的得主，有请昆山科技大学机械工程所 Morgan Wani Morgan 同学，还有周怀明教授以及朱晓叶教授。我们有请科技部陈良基部长为我们担任这个奖项的颁奖人，有请部长，掌声欢迎。特别谢谢部长百忙当中特别抽空莅临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让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深感荣耀。我们恭请陈部长来到舞台中间，为我们逐一来颁奖表扬。首先，我们要颁发金质奖这个奖项给 Morgan 同学。好，他来自于贝里斯，中文说得非常的好哦，因为交了一个台湾的女朋友啦，而且他很会踢足球哦，参加这个大专杯足球赛也轻松拿到金靴奖，能文能武啊。好，现在我们要邀请周怀明教授屈前也来领取金质奖这个殊荣，恭喜周怀明周教授。好，紧接着我们要邀请朱晓叶教授也屈前，恭喜朱晓教授啊，带领这个优质的团队啊。好，同时这个团队可以获得新台币100万元，100万元的高额奖金哦。有请两位教授跟 Morgan 同学一块合影留念，跟我们的部长一块在这个组项我们的金质奖今年最优秀最高荣誉的奖项一块合影留念。我们也请教授跟 Morgan，我们把我们的讲座高举，让我们今天现场能够捕捉到最好的一个画面。好，来把讲座举起来好不好？开心开心啊，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支票挡住了我们的讲座？好，现场朋友
给予最热情的掌声，恭喜昆山科技大学，恭喜。好，请老师跟同学先回座。那么陈部长要帮我们留步一下，继续为我们表扬银质奖哦。银质奖的得主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所张维哲同学、刘通敏教授，请来到舞台上，他们可以获得银质奖800,000元的奖金与讲座，恭喜恭喜。好，先表扬的是维哲同学，哇，很帅啊，这个身形比例也非常的好啊。好，接下来刘通敏教授也请去前领取银质奖这个讲座，恭喜恭喜。影片当中刚才听到维哲特别说，现在回忆起来，一直在实验室打拼，不管是有风雨或者是晴空万里，都是最值得怀念珍贵的记忆。好，喜悦收割的时刻，来，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好，我们就是一个 team 哈。银质奖的得主来自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所，维哲同学跟通敏教授，恭喜。好，能不能举着奖杯，举着奖杯，帅哦帅哦。好，恭喜两位。来，我们请教授跟同学先入座，部长我们再继续留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同质奖，得主是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所宋瑜婷同学、林继颖教授，同质奖可以获得60万的奖金还有讲座。来，先有请宋同学去前。好，我们看到瑜婷哦，女性得主，掌声能不能更热烈一点。好，我们上营希望有更多的女力来做展现。邀请林教授去前一步，有请。好，季颖教授有请到舞台中间。好，现在于婷也请加入，我们来拍这一组的合影照片，有请。来，三位一起带着我们的支票，60万元哈，60万元的支票，来举一下讲座哈。今天有点忙，对不对？又要拿支票，又要拿讲座，但是绝对是开心的哈。来，我们请留步，同时邀请我们这一个包括了金质奖跟银质奖的所有得奖师生，再一次来到我们荣耀的舞台，好吗？金银铜要大集合哈！来，我们让这个青善大使指引各位的拍照位置。老师跟同学，请站在后排。好，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几位贵宾加入，来，包括卓董事长，可不可以来到舞台上？刘次长、杨副局长、林荣庆理事长、古嘉恒召集人，还有陈文华召集人，几位贵宾刚才被唱名到的，是不是能够一起上台合影，为我们留下历史性的画面？我们要请今天与会的重要的贵宾，跟我们今年第15届最高荣耀的，包括了金质奖、银质奖，还有铜质奖的师生，一块合影留念。我们一起在第二排的老师跟同学们，我们的讲座，我们的位置尽量取好一个角度，让我们前方的摄影师为大家纪念拍下这珍贵的一刻。请问一下摄影大哥，有任何需要调整的位置吗 ？OK 哈，非常最灿烂的微笑，微笑3到5秒钟啊！各位，我们能不能给舞台上金质奖、银质奖、铜质奖的得奖师生再一次热烈的掌声？非常的恭喜！这段时间不断的努力，终于在今天获得了最甜美的果实，恭喜。我们有请在第二排的师生先入座，台上的贵宾请留步，坐着的贵宾请留步，师生同学请先回座，因为我们要引领大家拍第二组照片哈。我们第二组照片特别邀请上营集团所有的董监事们，邀请您一块上台合影留念。好，董监事们，我们要邀请您一起合影，我们的青善大使会引领您拍照的位置，请各位来到舞台上加入我们。非常感谢上营集团所有的董监事们，这个奖项办到了第15届，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在过去这段时间给予我们硕士论文奖不断的支持跟鼓励，有你的力挺，让我们这个奖项能够持续一年，办得比一年更具有规模，谢谢，而且不断的向上延伸，现在在两岸四地都要更加，包括了博士论文奖都要举办。好，筹备的过程非常的不容易啊，谢谢所有董监事们啊，每一次会议流程都给我们非常好的好点子。来，我们大家尽量肩并肩，肩并肩。好，看前方两位为您服务的大会摄影师。
好，各位可不可以给我们台上的贵宾还有董监事们一个热情的鼓舞，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也期待一年办的比一年更加的完美，谢谢您的支持跟力挺，谢谢。谢谢陈部长的祝福跟勉励，我想今天看到了这么多的优秀团队在这里啊，德日意应该会很紧张，我们只是暂时排名第四，应该很快就要超越了。那各位嘉宾，因为陈良基部长今天另有要功，必须先一步离开我们典礼现场，我们是不是同步用最热情的掌声谢谢陈部长莅临这个盛会，帮我们指引方向，帮我们带来温暖。好，您的参与让我们的奖项真的变得更有意义，感谢部长。接下来继续进行下一个颁发的奖项，硕士论文奖优等奖第一组，掌声恭喜台北科技大学机械与自动化所 Mr. Andres Gauna 以及林显义教授。这个奖项我们要恭请教育部刘梦琪政务次长上台为我们颁奖表扬，有请刘政务次长。优等奖的同学跟教授可以获得30万元的奖金以及讲座，非常恭喜。Andres 来自于厄瓜多，他是家人跟朋友眼中开心果。台湾的半导体跟机械人产业都非常的吸引他，同时他个人对于东方的汉文学也非常的热爱。恭喜瑞安。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指导教授林显义教授屈前来到舞台中间，好，接受教育部刘梦琪政务次长的表扬。好，紧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同学跟老师一起合影。来，瑞安，也请屈前。好，可不可以举一下您的讲座？呀，非常的恭喜。好，我们要请刘政务次长刘部继续为我们颁奖表扬。那么老师跟同学可以先回座休息一下。优等奖第二组获奖的是中山大学机械与机电工程所许一鹏同学，还有黄永茂教授。那么今天呢，黄永茂教授因为公务行程不可出席啊，所以看到的是他的亲弟弟黄永发先生代为领取。好，恭喜一鹏 ，Very good job。好，接着我们请黄永发先生代为领奖，代表黄永茂教授。邀请合影留念，同时为我们递上支票道具，有请。硕士论文奖的优等奖，恭喜。好，来帮我们举一下讲座，非常有自信的看着前方的摄影机。由我们来为您忠实的做个记录。同时我们要请刚才第一组的优等奖的得奖师生再次回到舞台上面一块合影留念。好，我们要邀请 Andres 同学还有林显义教授再一次来到舞台上。好，我们两组很优秀的得奖人，台北科技大学，好，以及中山大学机械与机电工程所，好，要一起来合影。掌声恭喜我们今年优等奖的得奖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奖了，同样的模式，我们再次邀请大家来欣赏得奖的影片。恭喜今年所有佳作奖的得奖师生们，首先欢迎第一组，恭喜台湾大学机械工程所黄佑年同学以及马建清教授。好，这个奖项我们要恭请工业局杨志清副局长上台为我们颁发表扬，有请杨副座。久等了，辛苦了，谢谢杨副局长莅临我们活动的现场，担任这个阶段的颁奖人。好，首先我们要表扬的是台湾大学机械工程所的黄佑年同学。恭喜。好，接着我们要邀请马建清教授到舞台的正中间接受表扬。谢谢老师，谢谢。好，幼年可以屈前我们一起合照到舞台中间。在佳作奖的部分，得奖的同学跟老师们可以获得10万元的奖金以及讲座。好，那我们现在就递上这个10万块奖金的大支票哈，再一次用掌声恭喜得奖同学跟指导教授。
好，接下来第二组，我们要邀请清华大学奈米工程与微系统所沈廷威同学以及方维伦教授，有请。好，我们先来表扬沈同学。好，接下来要邀请方教授，有请来到舞台中间。好，谢谢方老师这段时间的指导。好，有了这么好的成果。好，廷威，请趋前，我们一起来合照。来，高举您的奖杯。非常恭喜清华大学的团队。接下来邀请第三组台湾大学机械工程所蔡颖宽同学以及詹奎元教授。先来表扬蔡颖宽同学。好，接下这个精美的讲座。好 ，You deserve it， 你应得的。接下来有请詹教授去前一步。能够带出这么优秀的同学，也是教授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哈。来，尹潘同学跟奎元教授一起合影，我们也为您递上这个10万块的奖金。好，恭喜，请先入座。接着第四组要表扬的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所曾冠如同学以及李生宪教授，有请。恭喜冠如。好，接着有请李教授到舞台的正中间。好，现在请冠如同学加入一起合影的行列。这是我们清华大学动力机械所的得奖团队，恭喜恭喜。邀请您先稍后，紧接着邀请的是今天在嘉作奖的第五组，来恭喜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所柯顺凯同学以及郭俊良教授。这一组今天是非常特别，因为有点分不太清楚哪一位是老师，哪位是学生。好，顺凯很有型哈，非常大胡子，还蛮适合前进演艺圈的哈。好，来，接下来俊良教授有请来到舞台中间。老师看来也非常年轻，好，是啊，头发也好黑呀、啊。好，来，我们请俊凯再一次来到舞台中间，跟俊良教授一起，来，顺凯跟俊良教授一起合影。好，恭喜两位，这是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所。好，第六组我们要表扬成功大学机械工程所吴陈俊同学以及林仁辉教授，还有吴俊煌教授。那么吴俊煌教授今天有要事，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哦。好，我们先表扬吴同学。接下来有请林教授去前一步。好，来，仁辉教授，刚刚看录影带就知道仁辉教授非常的客气，你看他访问学生都说您怎么样您怎么样，好，有听得很仔细哦。来，好可爱的一个团队，我们现在请吴同学一起加入合照。老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成功大学有一个机械工程所的合照哈。哇，太棒了，我们再请嘉作奖刚刚前面五组的得奖师生也一起重回这个荣耀的舞台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大大合照要照哈。来来来，嘉作奖的全体大合照。我们邀请六组的嘉作奖的得奖师生们在这个奖项跟工业局的杨副局长一块合影留念。这个历史性的画面，人数比较多一点。哦，帅哥们，来，我们尽量肩并肩，尽量肩并肩。好，可以高举讲座，但不要挡到您帅气的脸庞哈。让我们前方摄影师为您记录这一刻。好，恭喜大家。好，再站紧一点，再站紧一点，画面会更为好看，更为整齐哈。哇，帅得不得了！掌声恭喜我们今年所有的嘉作奖的得奖师生们，谢谢，请先入座。也特别感佩卓董事长对于台湾机械产业培育精英的用心。其实，在座很多学弟学妹看到
这样出访也不用太羡慕，因为下一届第16届我们的硕士论文奖项也已经开始报名起跑了。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的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8月20号，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家好好把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发下一个奖项哦，这是科技大学特别奖，还有工具机与零组件特别�奖。那么今年我们要恭喜，总共是有四组优秀师生获奖。首先来颁发科技大学特别奖，我们有一组要恭喜的是台北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管理所蒋佑正同学以及郑成仰教授。好，这个奖项我们就有请上银科技卓永才董事长亲自上台为我们颁奖表扬，有请卓董事长。而今天获得特别奖奖项的老师跟同学可以获得讲座还有10万块钱的奖金。科技大学特别奖今天只有一组哈，那首先我们就来表扬台北科技大学的同学蒋佑正，恭喜。好，接着我们请郑教授，请屈前陈阳教授，恭喜您。好，我们请蒋同学加入舞台中间一起合照，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递上10万块钱的奖金打支票。来，高举您的讲座。好，这个蒋佑正同学人很帅哈，头脑又很好，来恭喜恭喜，请先入座。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工具机与零组件的特别奖，得奖的有三组。第一组上台的是勤益科技大学电机工程所张静瑜同学以及姚鹤腾教授，还有谢景聪副教授，不过很可惜副教授今天有事不可出席。恭喜张同学，紧接着邀请姚教授去前一步。来，姚教授请到舞台的中间，恭喜哦。哇，董事长看到姚教授特别的开心啊。来，邀请一块合影留念，静瑜一起加入。好，帮我们拿一下这个支票哈，讲座可以高举。对，支票放低一点会挡到您的脸。好，谢谢。来，掌声可以热情一点吗？好，不要吝啬你的掌声哈！恭喜勤益科技大学的师生，请在舞台右侧稍的边后。再来邀请第二组，高雄科技大学机械工程所杨文豪同学以及黄华智教授。好，我们先来表扬文豪同学。好，眼看前方，自信的微笑。好，接着请黄教授去前一步。教授有请。杨同学可以加入了，我们来拍高雄科技大学机械工程所把这个奖项的合照，也为您递上10万块钱的奖金。好，第三组我们要邀请成功大学机械工程所蔡瑞敏同学还有陈国生教授来到舞台上。好，今天陈国生教授在国外啊开研讨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林仁辉教授来出面带领。哇，好棒哦，蔡瑞敏同学啊，也是今年第二位的女性得主，恭喜恭喜。接着有请陈教授的代理人林教授去前一步。恭喜成功大学机械工程所。好，来，瑞敏屈前，我们一起合照，跟国生教授还有卓董事长来一起合影。非常恭喜我们今天一共四组的特别奖的老师跟同学们，邀请前三组的特别奖得主，请您再次复回舞台。先不要离开舞台，我们要来拍大合照喽。四组特别奖的老师跟同学们，好，包括了科技大学特别奖以及工具机与零件组的特别奖，来，我们的全体得奖师生一起合照哈，尽量肩并肩好吗？靠拢一点，靠拢一点哈，这样画面会最好看。
哇，谢谢各位的掌声，谢谢你们的鼓舞，谢谢大家，谢谢全体都请入座，也谢谢卓董事长担任这个阶段的颁奖人。有请卓董事长一块入座。非常恭喜我们今天看到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第十五届的颁奖典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奖发所有的奖项已经全数颁发完毕。是，好，我先预告一下哦，我们现在在后台安排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出，等一下就要呈现给大家，保证可以让你的耳朵怀孕哈。不过呢，先给永康跟佩珊一点点的时间，工商广告时间，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奖项，非常希望大家踊跃参与。的确，首先告诉大家，包括了刚才董事长特别提到，我们现在论文的竞赛已经扩大到了两岸四地，特别跟大家说明第九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总奖金，我们看到这个首奖40万人民币，台币大约是200万。我们的截止日期在4月10号，剩两个礼拜就要截止了。如果你有刚好认识博士生优秀的毕业伙伴的话，赶快通知一下。好，那硕士今天硕士论文我们现场是第十五届，对不对？而第十六届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将在7月1号到8月20号开始接受报名，也欢迎大家勇敢来挑战哦。另外，第十二届上银智慧机器手实作竞赛也开始接受报名，这个总奖金额高达了155万，有兴趣的老师跟同学，报名时间在3月底截止，赶快，有兴趣的话呢，到上银的网页去挖宝。好，另外刚才董事长也有介绍到，我们也看了那个5天4夜啊，每两年举办一次的 Dream Top 建学团。好，我们希望增进机械相关科系的国际视野，所以同学们，只要符合资格，请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申请的文件。2020 Dream Top 建学团，我们也等你加入。等你报名。还有上银科技从2009年开始协助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来推动自动化工程师的证照，2006年开始推动机器人工程师的证照，瞄准未来制造的关键竞争能力。第20届自动化工程师跟第6届机器人工程师的证照在5月25号要举行考试，欢迎想要投入智慧制造的朋友踊跃报考。哇，你看这么多的机会都在大家的眼前哈，但是就看你准备好了没，有没有办法牢牢的抓住这些机会。好，另外永康，我觉得今天哦可以说是科技界、机械界金马奖盛世哎，哦，连我们现在安排的这个表演团体也非常的有巧思，完全跟我们的典礼哦是能够呼应的。因为你刚刚讲到像这些见习之旅啊，到国外去参观就像是拥抱世界一般，所以接下来表演团体他们带来的主题就是要拥抱世界的主题。而且刚才这么多奖项，很多朋友听的都I want， 我也想要参加。Yeah, I want。所以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来演出的这个团体就是 I want， 就是他们的名字 ，I want 新势力，来，掌声欢迎。大家好，我们是 I want 新势力。
千里的月儿圆，啦啦啦啦啦啦，许下你的心愿，丢一枚钱币的月儿圆。能够来到上银硕士机械论文奖第十五届颁奖典礼唱歌给大家听，祝福在场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在自己的理想道路上拼出一道彩虹，带来这首《彩虹》。成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带来这首《拥抱世界，拥抱你》。Yuki Yuki Sena Senai Yuki Yuki Sena Senai， 张开你的双手，让我拥抱你。尽情享受远方温暖的友谊，随着圈圈跳舞，拉近了距离，让我们都看见善良和美丽。你是永恒太阳。高挂天际，满腔热情藏在深邃眼睛里，像自由鸟儿带着勇气翱翔蓝天绿地。Yuki Yuki Sena Senai， 双手击鼓好不好 ？Yuki Yuki Sena Senai。Bravo， 谢谢爱望新势力精彩的演出，谢谢谢谢。他们是原住民新人演唱团体，六个人不同的背景，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来为台湾新一代的机械尖兵喝彩。哇、哦、那个森啊森啊意啊，是要邀请大家一起唱一起跳、哦、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世大运他们所撰写的主题曲哦，是意思就是拥抱世界拥抱你。好，各位亲爱的嘉宾，我们要用很开心的心情告诉您，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第十五届颁奖典礼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哦、那我们最后一个活动就要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咯。我们要邀请今天所有前排的贵宾，还有所有的得奖人老师跟同学，典礼的最后七个组别十五组的得奖师生，要请您一起上台跟我们拍一张大合照，作为今天颁奖典礼非常圆满的 ending。 来，我们贵宾请坐，第一排请入座。
好，那么得奖的教授、得奖的老师们上台以后，就请站在我们这个椅子的正后方。好，周老师、周教授，请好，来，有请各位教授们。好，这个像过年一样的大合照哈，充满了喜乐。好，今天的荣耀是属于各位的，谢谢各位的带领。好，同学们也开始加入我们台上咯。好，那同学们就拜托各位就或坐或蹲哈，在舞台的前方。好，我们的谢谢 Morgan， 谢谢 Morgan 的带领。我们年轻的获奖的同学们，好，我们就尽量在第一排，那后方呢，我们就留给我们所有的指导老师跟教授。好，来，我们也让大会摄影帮我们调整一下，是不是左右分配要平均一下哈？来，同学们往前好不好？往前。好，正在我们台上准备合影的同时，有几件事情在这边跟大家做个宣布。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交流的平台跟机会，也是我们机械界的年度盛事。所以今天在颁奖典礼之后，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您不赶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留在我们的会场。我们在外头备有非常精致的下午茶点，大家可以等一下颁奖典礼之后，在我们外头的中庭可以花点时间彼此享用下午茶，彼此多多的交流。好，各位，这个不是低调的时刻，我们今天一定要想办法露脸哈。有没有需要代表的是整个团队跟整个学校的荣誉？来，哪一位？有没有任何需要调整位置的部分？对，让我们的大会摄影师来，大家站好就好了，让大会摄影师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位需要调整哈。好，看起来是非常的完美哈，非常的完美。这位置都 OK 吗？好，保持最灿烂的微笑，开心说的。伙伴朋友们，也给我们台上所有今年所有的得主热情掌声一次好不好？一楼二楼的朋友，来给舞台上的嘉宾跟得奖人最嗨最嗨的掌声啊！各位，上银机械硕士论文奖第十五届颁奖典礼圆满成功，我们要相约明年见。呜呼！Bravo！ 谢谢在场所有的伙伴们，谢谢你们的努力成果，让世界更加惊艳，也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在这个领域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